內地的市場，他們成交的時間呢跟我們的相差呢我們的出發點呢就是希望呢就是歸一。咁出年三月第二期嘅即係改變個成交時間咧，我哋目前決定咗咧就係話會實施。咁我希望即係無論如係老闆好大家同事好嘅話咧，就即係幫幫香港手，幫幫交易所手，同埋咧亦都即係對投資者嗰個服務咧就會加強啦。